够好，他就数量不够。我就是真的一般的妈妈心态，催婚啊，担心爱生啊，啊就不爱生嘛，不要紧，欢喜就好。对啦，那就不行，爱检查。你个你个，为咩拼命成功？我看即马用时间食，时间食紧紧，你会生才较快。是金星较重要啦，先生啊，无人这样做爸爸，你袂晓。是啊，你唔对啦，对啦，最大最大。他们两个都是现代的，他们两个都是现代的，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。要去检查一下。你是体力不够，还是数量不够？我听我听费玉清讲过，他说那么男性哦，然后有几十亿的兵马吧，兵马有几十亿，而且呢分党派分派系，哎还会勾心斗角，真的吗？对，勾心的太多了，搞不定。除夕特别节目，谁是多金年会？有好消息吗？不是，这个已经回答很多次了。那在问你会不会包红包？会不会包红包？你都自己包啊？对对对对。他还没讲完，你就直接接了。你的公阿伯抓阿姨的脚了呀？你今天会不会包红包给大家？这样子。有啦，这我都回答过啦，就是顺其自然，水到渠成的时候就是自然，该怎么做就是会发生。对，这个经过那么多事，有时候就是觉得很多事强求，对对，我听了该纠结。扭转乾坤，望新春耶！还有再继续，差不多讲完了吧？该谁开始录演了？表演啊！我看过你们的表演。哦，除夕他不会来。我觉得你为什么不带他来？因为这是一个家庭和家观赏。是是是，黄衣人很 OK。哎，今天要上课，苏阿二被熊哥。那你会让他当什么？我的基本上是以小孩自己本身的意愿。很优秀哎，你还真的蛮好了解的。你现在真的聊下去。后者我真的看了你演戏，我刚刚讲到那个婆婆那个，然后也是前面几集就是你。对，前面有，然后后面的话就是配音带着大家一起看这个日子。干嘛那么早死？对，我也有问过那个制作人这个问题，而且形象。在准备第二集，现在就在想怎么样把我复活这样子，因为我第一集就领便当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现在大家也是装到一个双胞胎兄弟嘛，对对对，三位也两辈也不一样，对，大家就说哎，怎么长得？因为我第一集是掉下山谷，后来大家想说还是掉下山谷。